现场结果。德军空军需要灭国际时，10月28日晚，杨伟冒着生命危险潜入丧仓库为国军送去国旗。10月29日清晨，国旗在丧仓库的顶端升起，当时四周都是血腥的太阳旗，四星四镜令上海民众激动不已。那南京被屠杀，日本是报复，他想阻止我，本来我可以3月亡华的，现在打了3个月才打到南京，说他就是奸杀掳掠，无事不干，损失是很大，可是也同样的把他向这个东朝西走的脚步放缓了，他不断的投入人力物力，所以等他打完武汉会战的时候，日本其实已经很累了，就是很重要的原因。可以去，可以看得更清晰一点，能够抬头，我们把整面墙体都看下来，比较震撼。再往前一点，上面五个好不好？往下呢，我们一共修复了8个大的炮弹孔，还有421个枪弹孔，代表着我们8年的全面抗战和420名守卫丧仓库的守军。再往下，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色的砖块，一种是红砖，一种是青砖。红砖呢，就是修建丧仓库使用的最原始的砖块。而青砖则是战后就地取材填补上去的。我们在筹建纪念馆的时候，是把外面的墙壁剥落开来，取出了其中的青砖，自然而然也就复原了这个弹孔的原貌。这些弹孔呢，我们都是在跟以前的照片可以找到对应的位置的。是静，一个是安，这个就是寓意着就是我们静安区送给马先生的礼物。也就是马先生也是用完成。你们这是特制？对，是限量版，是经典的限量版。经典限定。